那么今天这段经文，佛与阿难，就是佛告阿难啊，因为这部经是早期翻译的，汉朝时候译的，翻经的体例还没有确定，所以这个经前头没有如实摹文。富为人者，当爱要人善。什么叫善？总的来说，修身见言呢，这是善的标准，总的标准啊，不能不修身啊，说话不能不兑现呐，啊，谏言，谏是实践的谏，啊，先把身修好，再说话，所说的全都做到了。做不到的不说，你看看诸佛菩萨给我们示现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释迦牟尼佛先修身啊，然后再讲经说法，他所讲的全是他自己做到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那是他的经验之谈，不是推测啊，佛所说的没有一条他是没有做到的，我们这对他相信了，欢喜接受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善人的标准，十善业道经上讲的，昼夜常念善法，心善，思维善法，思想善，观察善法，行为善。我们要真学，真学绝不吃亏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吃一点亏算什么？这时间太短了吧。我们要的是长远的利益，我们不要短暂的甜头，我们要长远的利益，往后生生世世的善报啊，我们要这个利益了啊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佛教导我们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就对了。别人善不善，我清楚，我明了。如果我要不清楚，不明了，那自己就是个糊涂人啊！清楚明了是智慧嘛，智照啊！啊，可是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啊，决定没有把它放在阿赖耶识里头去啊，这个识。大乘佛法里常讲的不落印象，这是功夫，这普通人真的做不到啊！不落印象是非常高等的功夫啊！你一提起来我通通晓得，
你要不提起来，我心里头没有。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提起来清清楚，我说完全在智照之中。这一种的善心善行，自己得大利啊！再以自己的善心善行感化众生，影响社会，这就是化他。化他有没有去做义去做呢？没有。主意就错了啊！所以佛教我们随缘做，做意是攀缘了，有心去做了啊！有心已经落在意识里头，他怎么不起烦恼呢？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教化众生的原则，不能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头。孔老夫子说得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可以加一点意思在里头啊！加一点意思在里面，那就是强不知以为知，错了。佛说一切经49年所讲的，我们在般若经上也读过啊。世尊讲啊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他没有说过一个字。谁要说佛讲经说法了，这个人是谤佛。佛讲这个话对不对呢？对的，一点都不错。49年没说一个字，就是所说的这个话没有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。有自己意思，那就是说了。没有自己的意思啊！永嘉大师对六祖能大师所说的“分别亦非义”，那我们可以套这句话来说：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之一切法，亦非义也。我们这才明白，才恍然大悟。什么叫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不加自己丝毫意思在里头，这就对了。一切都是出于自然的，这是道德了，这是善人呐。这样道德之人，他自自然然，他不是有意的，自自然然感化一方，自自然然教化一方。这个一方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我们这个地球。为什么呢？随着他的言行影响的面，那么在从前